好远啊。那个转过来吧，转过来对人群。人群稍微往后退一点，我是建议人群稍微往后退一点，然后最好不要站地上有骷髅头的地方，那是喷火的那个机器起来的地方。我操，这个才远，这他妈这要带到什么时候？还会升起一个的，他放的时候，第一轮应该是有两个，我记得。他升第二个的时候就，他第二个的时候就马上就那个。拆了，马上要点了。就盯了。第二个就在旁边，马上点。打完人以后，这个打完就升了以后就盯。哎，冲了！那边让，看他盯谁，看他盯谁，看他盯谁，近战让，近战让。猎人带去火上，带去火上，带去火上，带去火上。好，那个内场组靠近，其他人让开。二队站中间圆盘，其他人让开，其他人让开中间圆盘。二队站中间圆盘，其他人让开中间圆盘。这火柱这个无所谓了，这个应该不要站那个正中央，不要站正中央，猎人不要站正中央，不要站正中央，让开点。看他会不会四个火柱都升起来？你大爷的，这啥玩意？会，把那个打。不会，他只有两个，看到没？站不低。上面的只有两个。站不低。你下站不低，我们要进二队进，二队你先让开。二队贼没去。牛进来了，下一个。他等不到。那个德。那个我等他来，现在是他坦克了呀，他不在视野。往右边进，往右边，往我们右手边进，往我们右手边进。哦，他掉下去了，一开。五层坦去拉过来，现在输出。猎人去打左边那个，猎人左边那是打一下。你去打左边那，我接下来就行了。猎人。这个柱子场上只会有两个的，他升第三个，第二个就会消。我操，这根本加不起来啊！下来那个武僧他切了贴布了，没，不是上去个奶的，四队那个奶的怎么又跟上去了？我刚才去找一 K， 哎，升起来了，升起来。拉回去，你们把他拉回去。他在读条，读完条。哎，不是，你拉回去他就把那个消掉了。只会有两个，场上永远都只会有两个。把那消掉一个。那你们人你就注意往这边靠，往方块这边靠，往门口。武僧惨死了，少个。进二队进啊！我操，谁拉出去了？我不猜。多了个 EK， 好 ，K 那个Kate 拉住 ，EK 上去拉怪行了 ，EK 上去 ，Kate 拉住 boss， 先打胖子 ，EK 先拉住胖子。那方块去吧，方块去吧，先。这回往左边进，往三角地方进，往一路 A 着走。贼加不到啊！转方向，那个怪人到时就死了。走，转方向，那边还有个胖子，给撸掉。三个，你看会自动消掉一个，永远只有两个。你看那个穿刺已经两层，然后没有给技能。那给明了吧。打仗吗？虽然要加小怪，但是没什么问题，我觉得。注意那个要盯人了。弯道。不用动。这没问题。你又到这边来了。中场让开，万就没上一次，要死了，说能不能上？要死了，
一个小时差不多了，我觉得。网易没有，已经测四十分。哎，一二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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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操，那个一 K 你拉吧，那个进去了，一对那个弹跟进去了。先打右边，先打右边，先打右边，先打右边。我们来冲吧，右边两个胖。注视，你要死了。给就行了，走快点，走快点，快点，两个胖子撸掉。完蛋，给我进了，我身上有一层 debuff。要打死了。就打死啊！你怎么说打死了？没什么好的。我们可以下去了，其实我们这边清完了。我们上面清完了，打死吧。没什么好撤的，上面清完了，已经该撤的都撤完了。这没怪了，在这边再撸这种小怪玩，那就撸死嘛。我慢哦，下的来下来嘛，直接跳下来，你们直接跳下来，上面直接跳下去。哦，打完了。不会打死啊？打死了，已经死了。那个邱教练要出来了，这他妈还出修？我操！出来！哈哈，那出套装了，你说的呀？屁呀、啊！不是，这他妈奥运，这不是你妈预知杀的东西吗？这不是，不是，这不是奥运杀的东西吗 ？S O 的吗？这不是？很正常。是的。